我是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留美女孩杨洋。我目前呢就是跟我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住在一起。由于生病的原因吧，我也没有什么工作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特别好的才艺展示给大家。我今天就是学了一首歌，唱给大家听一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小幸运钱不真的》，虽然是讲的一首可能就是情窦初开的那种爱情故事啊，但是我觉得运用到我和大家的故事当中，我觉得特别也是切切的。遇见你们，我觉得还是很幸运、很开心的。又多了一个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。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一尘不染的真心，与你相遇好幸运。吃吧，你吃吧。我那也要过去的。我要过去的嘞，你吃的什么？哎呦，你吃的啥？我吃的面条。啥面条啥？这不是鸡蛋吗？是不是鸡蛋？鸡蛋能放鸡头吗？鸡蛋还能放皮头？该灰灰了。该啥子的？小葡萄。反了反了，拉翻了。飞飞机子的。拉翻了。好，飞一下。哎呦，我的个天！你看这个飞，你看。啊，你好地呀、啊！来来来，你看妈妈这个飞的，你看我这么少，你太、啊、你太好了。哦，你来。没有，哎呦宝贝，哎呦宝贝。飞飞啊，你给妈妈开个飞。啊，给我飞一下。哎呦！呜呜呜！咦、哎。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了。我的视频现在拍成了，我自己得剪辑一下。咦，有些人说，哎，这个视频是不是你剪辑的？然后手是这个样子，视频啊，剪辑各方面都是我自己弄的。我自己一个手嘛，就左手可能稍微灵活一点，我会自己把这个弄剪辑好。然后后面就是我昨天拍的一些视频。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才艺展示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拍视频嘛，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大家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啊，或者意见，或者什么样的给我，我哪里做的不够好的地方，你们都可以给我指出来啊，然后给我留言、私信啊都可以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想关注我的话，就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再给我转发一下、收藏一下。